武磊即将加盟西班牙人，武磊加盟西班牙人可能进入了倒计时。在每日体育报确认西班牙人将引进武磊后，世界体育报就武磊的合约进行了跟进报道。据世体消息，武磊将会与西班牙人签下一份3年的合约，另外还有1年可选的续约条款。世界体育报介绍，武磊是中国的顶级前锋，作为本土球员，在与众多优秀外援的竞争中赢得了中超射手王。除此之外，报道称由于西班牙人无法支付武磊高昂的签字费，所以他在中国地区的肖像权将归他本人所有。该报表示这笔转会很快将会官宣。